飞啊！像这样，要在画面这边踢才有爽。真饱啦！君はヴィーン公爵に地下要塞で得た敵軍の情報を全て報告した。公爵に名剣を献上する羽目になったが、彼の機嫌は良くなった。約束。没给他，他把那把剑。侦查地下要塞。君を信用し、彼は王城で起こっている問題を話した。王が行方不明となってから、突然宰相は王城を味方につけ。隣国ボルガの大公マクネイルを王位にと言い出した。ハイドランド王と血のつながるマクネイルは王位継承権を持つ。そして北部のボルガ王国はことあるごとに領土を狙う常に国内の貴族たちを煽って反乱を起こさせようと働きかけている。隣国と裏でつながる宰相の計画を妨害するため、金さえ払えば信頼できる盗賊トムティットに王爵を盗ませたのは彼だった。应该只是还回来。その場にいきなり宰相と王女が大勢の衛兵を伴って現れた。どうやら君は見張られていたようだ。王爵は宰相を睨むと何も言わずその場を後にした。残された君に宰相はトゲのある口調でこれ以上関わるなと凄めた。王女はいつもと同じく黙ったままうつろな目で君を見ていた。真的耶。手上都蓝色的蓝色的戒指，像魔龙的眼睛。王城の仕事を終えた君は王国のため冒険者ギルドに戻ることにした。欸，他们血量差好多，技能有差。过来，给我当冒险者工会哦。飞啊！画面会卡住，要像这样，要在画面这边踢才有爽感。ギルドにはローランが報告に戻ってきていた。しかしギルド長が見当たらず、彼はここでサミエルが帰ってくるのを待っていたようだ。先ほどまでここにいたようなので、要你去找工会会长把他带。去哪里找？所以他变成我们的那个天界委托，夺回英雄。不需要去解，我们可以去解了。三点技能，到底有没有必要头摔啊？觉得飞鹰俯冲超没用，不常用应该就不需要。强攻击，我觉得炸弹超有用，史上最有用的技能。这其实有点用啊，回复 HP 跟装备。我刚耐久度就归零哎。哎，对，我刚才就对归零。对啊，我明就有修，没有用。你还是修一下。可是要不要啊？怪啊！翻才一点，一点不浪费。强化徒手攻击，刚刚强化一下喽。我要加 HP， 妈的！哎，不对，我是没有点那个啊，这个啊，金币治疗。发现我也需要一点。换你了。君は。どうもサミエルはあたり。委托习得技能。为什么你只有两点？我刚，你刚前面有去没点？哦。地面袭击，好像蛮常用地面袭击。哎，可以升嘞。我觉得你好像可以点这个，反正你常蛮常残血，好惨，加20%也太多了吧？啊，这个是怎样？看详情。哇，三下，可是手剩不多的那个定义很难判断，搞不好是剩10滴，然后加30。我们俩，他
他所剩不多的时候会发红光。哦，应该是用那个技能去判断。零零电了，委托，接一下。所以我们先打那个驯兽师吧。我没有带钥匙。有。现在要两点了。真的。就要把支线打完就收工。三个支线打完就收工。离开工位。离开工位。你要戴隐形眼镜吗？对啊，难怪眼睛爆痛。哎、欸，等一下换个妆，换个妆，抱歉。皮带。迷えるものよ。何？太不在。鎧に身を包んだ大柄な男が祈りを終えて振り返る。ユド長は神にも頼らざるを得ない。多くの仲間に犠牲を出しながら、到底这个工会是直属于宫殿的意思吗？未だ手がかりすらつかめていないからだ。君が手伝いを願い出ると、ギルド長は首を横に振り、それならばと言って一枚の依頼書を君に手渡した。とある辺境の地域で、年頃の村娘が相次いで失踪する事件が起きている。君は。该不是 BOSS 召唤出来的东西吧？ここはかつて北部の帝国の侵攻で廃墟となった旧王都だ。骑乘龙兽或剑齿虎击杀十名敌人。他可是骑着的时候超难攻击。ドラゴンやワイバーンが救う危険な場所と化している。哎，有剑齿虎，把他打残就可以骑了。哇，谁放的雷啊？可以骑了，可以骑了，骑起来了。欸，有了有了，只要有人骑就好，不一定要，不一定要是你打死。你的剑齿虎攻击怎样？我好像有厉害，还可以跳吗？跳起来攻击，好像没什么用，好像蛮烂的，伤害也太低了吧，太低弱了。帮你开路，公主。帮亚马逊女王，真的爆笑。我去杀这个啦，杀这个超赚的啦。捡个钱，不危险。宝箱。他魔法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哎、欸，等一下，你有扣血对不对？我来帮你补一个血。有没有魔法道具？哎呦，回蛮多的，五十几滴。他说是少量回啊，还不错、啊。哦，那个鱼超烦的。可以直接够了，直接走吧。烧饭，去烧饭。哎呦，马上马上！耶！踩那些蝎子比较好。哎，对对对，那你可以下来了，不然没什么杀输出。给我下来，给我下来！有够没资质，火焰喷射被捡走了，都可以看。剑齿虎自然，哎、欸，还有血量。这里该不会就是那个有点怪怪的地方？开完之后，直接走不掉了。这里大有攻击。我们一定要在同一直线上。对对对，不过好几次打王都打不到。所以我都很喜欢这样打，这样最容易打。哎，这样滚我完全都不会受伤，因为他会先被我打，他先被我揍爆，打小怪的。
烦啊，到底是几？可是，就是一个区域的纵轴，有时候可以碰到，有时候不行。这也太强了，这个招式哦。对啊，我觉得法师轻小怪人太强，可是打王的时候就会像我们刚刚都快残血了，法师应该更痛苦。哎、欸，有补血道具啊！干都被他们捡走了，他们补屁哦。这两边是吗？这个声音好大，你敢来啊？现在已经飞起，干我还没开这么大，我斧头被砸飞了。可以不要这样吗？我想开更大。哎、欸，等一下，我应该拿那个啦，拿我的爆弹，我最有用的道具，爆弹。哇，直接爆喷！刚刚快死了，我的爆弹超猛。この地域は周囲に支配された太古に戻ってしまったかのようだ。ワイバーオンを撃退した君たちは早々に彼らの縄張りから遠ざかった。OK。三把好升等的。有没有最大等级限制啊？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左下角按赞，右下角按订阅，打开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消息咯。我是小熊草，那下次再见咯，拜拜。